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这么棒这么温暖的地方。不用走那么近吧，只要放心的走。好，行，麦克风，麦克风低一点。我们一定很快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有一天会在天上见，希望再一次看到他努力的温暖的笑容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永远离开我们，放心的走吧。谢谢。再见。我们有说在天堂的时候要一起唱歌，你有没有特别跟你讲说一些事情？他有没有跟好兄弟说？怎么样？啊，你们这样动不了啊！谢谢大家在朋友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一个人，对，所以只是跟他的父母亲表达我们的安慰跟祝福就这样。我知道 Godfrey 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常常我们私底下会讲一些朋友的垃圾话，这样常跟他说，还好上帝没有给你唱歌的天赋，不然我们就没得饭，没饭吃这样子。然后，但是他很喜欢音乐，所以我刚刚在心里面一直跟 Godfrey 说，在天堂就尽情的唱这样。然后你先在那边准备好你的录音室这样，然后有机会，我想我们一定会在天堂遇到你。我想听听他在天堂练唱练得怎样。对对，希望用音乐来祝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永远会想念他，我们永远记得，Godfrey 他温暖阳光的一面，真的很想他 ，Really miss you, Godfrey。谢谢。Nice。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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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